他的妻子6年前，我先生因为在网上行使言论自由而被中国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后于境外刺探、非法提供情报罪，判处有期徒刑19年。他长期参与公民权利运动，倡导和推动中国民主转型。他所谓行凶的行动，主要是他上传中国政府维稳照片上网，揭露中国政府在新疆实行的种族灭绝政策。他于2015年被中国政府拘禁，先后在看守所、监狱遭受酷刑及虐待。 有律师带着消息，他被毒打、被火烧、被带城中脚镣等。我探视他时得知，他被不让放风，被单独关押等，至今已经有1240天了。中国政府不再允许家属和律师会见张海涛，我们得不到他的消息，不知道他的生死状况如何。联合国人权机构向中国政府的联名信函达到13封，对于中国企图通过判处人权捍卫者长期监禁来使他们保持沉默的关切。张海涛的案件很明确。 中国政府恰恰是这样做的。我的先生张海涛是无罪的，我强烈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督促中国政府遵守其国际人权义务，保障张海涛和所有被任意拘禁的人权捍卫者的最基本的权利，家属和律师的会见权、通信权、放风权、人道对待以及他们的声明权。谢谢。